水，放入葱姜、料酒，把汤里的排骨清洗一下，放入排骨、姜片，倒入矿泉水，再做个青菜素肉粥，肉末也焯一下水，半碗大米，四分之一姜米，放入肉末，加入矿泉水，最后再做个蒸水袋，充沸搅拌均匀。漂亮不漂亮？放入50度的热水，加入青菜，放2勺咸盐，鸡粉，来2勺盐，1勺鸡粉，1点味精。熟了。吴老大。